但我希望斗智孔斗哥可以得奖，因为他那个节目也是很辛苦的。然后我也特别都有，我觉得昨天晚上好像是，就是我是在看之前的 Facebook 或者什么，然后就一个一个私讯他们，跟他们恭喜，因为。可爱可爱，有梗有梗。来右边。哇！戏剧的话，我女配角，我是真的很，但我真的觉得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，因为比如说像卢以恩他入围，他也是我以前乔宇宙三十三号出来的同学啊，所以我当然都会希望他们有更好的，就是拿到好的肯定嘛。那宝仪姐也是，就是像你说你是主持人，或是我们都有认识，所以我真的很难。那我希望斗智孔斗哥可以得奖，因为他那个节目也是很辛苦的。然后我也特别都有，我觉得昨天晚上好像是，就是我是在看之前的 Facebook 或是什么，然后就一个一个私讯他们，跟他们恭喜，因为真的很难得。那我自己以前，因为我们一直都是我主持的节目大部分都跟金钟没什么缘分，就是好像都是嘻嘻闹闹啊或什么，然后但是就这一次有入围，所以就开始比较关心金钟奖。然后对，然后昨天那个时尚玩家制作人昨天也有传讯息给我，他说啊，我觉得你很可惜啊，我觉得我们节目不一定会得，但我希望你主持那个时尚玩家可以什么什么。但这个就是每年的评审的口味啊，或者什么，就你不知道走到哪里啊。那我们就是能，我就说没有啦，其实节目有的做是最实在的，对啊。幸运物哦。对啊，你上次金马是不是也穿红内裤？上次金马就穿内裤啊。或者穿同一条吗？可是上面是写德金马，这样，然后这样会不会怪？重新掉啊，在别人反正马达这么环保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不知道，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得失心那么重，因为金马那时候得失心比较重。老实说，那这个得失心没那么重，但是可能越靠近才会有那感觉吧。到时候再来看有没有什么反应。跟我讲说，哦，我跟你讲，他真的这样子跟我讲，他说，我跟你讲，你交到一个好的女朋友之后，你整个人生就向上了，所以怎样怎样，这都是我的功劳。我说，对对对，都是你的功劳，很可爱啊。他说他的功劳，那我想说，其实也是。他说，你看你之前比较不容易被骂，你现在比较不会被骂。对啊，他是当然替我开心啦，但是这样开玩笑归开玩笑，可是他是真的是蛮替我开心。可是我看他好像为自己开心多一点。对啊，对 ，OK 啊。所以他说你之前容易被骂，是被谁骂？不是，意思是说。其实他觉得我跟他交往之后，整个形象稍微变比较正面这样子啊，对啊。